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他们曾经可都是很性感的女明星哦。谁？哦，今天来到现场，包含到您，也是其中一位。 所以你是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已经很久，观众已经忘记我曾经是性感女明星。大家记得，因为你很常，只要听到那那那那那，你还是会有那个，还是在。只是我说你已经很久，那你是想要讽刺我很老派吧？怎么会？G W G，我爱听。所以我这边那那那那，你是觉得好笑啊？怎么会？ 有一点好笑，就是我的意思说，比如说你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场合表演一段完整的性感表演了吧？都是只有在 IG 上面 po 一段我跟舞蹈老师的练舞的画面，然后穿着我的帽T跟你的那个塑身裤，你有发现你的帽T在我人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到时候看得到，你可不可以出新的、啊、薄一点的、啊？好，新的要来了，夏季要来了。但今天来到现场，然后这边领口松一点，哦，太紧是不是？为了舞蹈而生，然后够长要挡住鼻子的那个。 盖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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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意思，我们就会私聊一些有低调的事情啦。那今天呢，四位来到现场，他们都准备精彩的演出。有三位，我真的已经忘记你们会跳舞了。哪三位？彤彤，我记得。 可是你会跳，你不是国标的是你吗？对，是我。那你就是我印象中你是会跳国标的人呢？对，我后来就是一直都在跳国标，但是就是从结婚生小孩之后，就基本上就被绑在家里。然后因为你知道国标是双人舞，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去练舞，你要跟舞伴沟通时间，然后要持续进修。其实我觉得现在。 重心比较多摆在家庭上面的话，比较难去维持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因为很多人也会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跳国标了？好可惜。可是因为真的没有舞伴。对，真的没有男生自己一个人跳国标就很没意思。我有一点点你跳舞的片段，可是我好久没有看你跳了。对，因为我小孩现在5岁多，所以大概是从怀孕开始我就国标那边我就断掉了。所以其他舞蹈呢？ 就也就断了、啊，因为我除了国标之后，我没有再跳其他的舞。那米奇以前就是那个女团 Dream Girls 啊。对啊，我最后节目上跳也是就是康熙啊。那么十年，十年了，很久。所以你后来是有在私底下练舞，还是说私底下也没跳舞了？其实基本上我小朋友出来之后都比较没有碰到，然后因为我小朋友也是5岁，然后可能去年就是。 就是想要再找回来一下试试看，上课几次太累了，你说体力不行了，体力也不行，然后就是我想象的跟我动的身体是两倍，舞感跑掉了。对对对对，然后其实那个之前视频也是很想跳舞，所以就是那时候啊，那我们在 YT 上就多找几个妈妈们，然后就弄一个 YouTube 上什么妈妈Pink这样，就是稍微。 找回来一下这样，可是后来觉得，哦，是不是太老了？但是你们今天来表演的都是有专业的舞蹈老师帮你们编舞跟设计一些，是，然后你们好好练习，所以呈现出来的应该是 OK 的吧？希望，因为我们有请现场的几位男性的观众，是有6位，对。如果在看表演之前，你们会觉得谁是你们觉得跳起舞来最性感的？ 或者是最想看谁跳？哎呦，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彤彤吧，因为那个我高中的时候都是准时看黑社会，所以其实我印象中彤彤真的是很会跳舞。所以那时候你就是最喜欢他吗？哎，不是哎。那时候黑社会你最喜欢谁？好像一个叫玉兔的。玉兔啊，上礼拜有来了。玉兔会有找回舞感吗？真的吗？有，太饶舌了。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太。 太久没跳舞会很羡慕，像我看你跟翔翔老师的练舞影片，我就成为他的铁粉，我就疯狂爱他。我觉得他身体真的太漂亮，所以你看到我的 IG 是在看翔翔老师，没有，是从你的IG上看到，很多留言都会说，天哪，我眼睛离不开翔翔老师。然后我想说，你怎么来的？是你的IG，你可以去他的IG留言，因为我很羡慕你可以，就是到现在还可以这么享受在舞蹈这个。 单纯的乐趣，可是我每天跟他跳舞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为什么他比我性感这么多？
厉害，就是他太会跳，真的。所以这位先生，你是想要看彤彤跳？哎，对，没错。你期待很高，蛮高的。但两位班底，你们两个平常有在跳舞吗？为什么今天是你们来？因为就是没有在跳，然后会羡慕啊。像我就很喜欢泫雅。我觉得他那个他跳舞会让人家觉得不会恶心，有些就是太过于谁没有，我是说就是自己看会觉得他就是性感的跳到好，对，然后性感又可爱，他会利用女生的身体，例如屁股那个蜜桃，然后扭扭扭，你会觉得他不会让人家不舒服，会觉得我是女生都会喜欢，然后会想要一定要爱他的。那你会想要去学吗？会啊，但就是啊，就手脚所以有障碍。我们两个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才讲说，哎，我们要去学那个，同时说要去学那个托变臀。屁股跳了，屁股跳了，是十二啊！凤婷，你是会跳舞的人吗？我觉得我是很可以跟着音乐去摆动的那种。你如果在夜店，你是哪一种？以前我觉得很尴尬，哎，我就是在那个夜店的时候，然后可能音乐太嗨吧，然后我就很放飞自我，我就像，因为旁边不是都有围男生啊，对，然后我就直接一个大开花的那种很嗨的这样跳舞。我要看，我要看。对了，他们这样，他们这样。来摆到 DJ， 摆到 DJ， 掌声欢迎！因为凤婷刚刚说随便一首歌，他听到嗨，他就会跳。啊，来真的哎，他刚刚跟我说，哎，那不是夜店的歌吗？随便来喽，摆到 DJ 哦，在现场。你去，怎么办？他一下，你当成怎么办？你先当我的钢管。没有，凤婷，你先跳，你先跳，你刚刚参加典礼哦。是什么？我要对哪里？给是总的。好厉害！我觉得搞不好六个里面男生都有人比 Miyake 性感，随便 Q 搞不好就有了。对，感觉他们是舞蹈老师。对，哎呦，来一下，大又持久，脚收起来就在暖身了。持久，大又持久，你会跳舞吗？上面好像有人会跳，谁？戴帽子那个老师会跳，对啊，一定啊，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这样哦、喔，来啊，头来来哦，对啊，那边脚翘，摆在第一边，随便来哦。拍照，随便你选，他是 hip hop， 我是这个步伐，步子很厉害，对，没错，开始开始，我要闪，哇，给个拉。这一段的，因为我平常，原来之前有学过，前面一直这样很酷这样，以为是 B boy 这样，我以为他是八加九类似那一种的，结果你是去 gay bar 的是不是？对啊 ，Oh my god， 看不出来耶，就，所以蔡依林演唱会你有去看吗？有。当然要去啊！怎么一讲话，你真的太不像，很可爱，我很少会有这么看不出来是 gay 的。哎呦。好姐妹，真的，对你隐藏得很好哎，就不熟了。OK， 好，那你自己最期待谁今天的舞蹈？蜜心，蜜心，你太久没跳了，真的。而且 Dream Girls 那时候真的是红到爆，而且说实在 ，Dream Girls 那时候跳的舞基本上也是甜甜的舞，你没有把米行跟性感会化作等号，所以。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那么走性感的路线的人。所以你今天的是性感的吗？努力了，为了努力。他昨天就说很紧张，所以你可以透露一下你的老师是谁吗？这次指导哦，小瓜老师。哎呀，小瓜，这已经收到爆了。对啊，真的。小瓜，你现在有没有要录？你有没有要录影？你看他装法。对啊，他是干嘛？麦克风拿着，进来，进来，进来。小瓜，你干嘛装法？因为他是知道我们会 cue 他，会不会啊？而且他还故意一直在我们两个的正中间，弧线很难忽视。要进去吗？行行行，鼻子说没有。停在那边，直接在这里吗？对，我们要远处访问，因为没有前景，我们会拉你这里。西小瓜，我们会拉你的背啊。那我妆发完成也不能露脸。OK。好，我们今天有请到那个米其林老师，是西小瓜台湾非常有名的编舞老师，自己也非常厉害。所以你这次帮米其林编的舞是哪一种类型？就是比较性感，然后有点怪。但我很像受刑人呐、啊。我不要装受刑人，不要偷转过去。不好笑，我拍到你。你就是拉背。好不容易上节目。哎，我头。对，还有自己弄的呢。好啊，你在看影集哦，这个拉背的这种效果。对，跟我们分享一下，米奇那么久没跳舞，教起来会不会很困难？那教的时候是蛮累的，因为他就是一直说，老师我不要太性感哦，我不要啊，这集就性感，那不然怎样？他就说，老师那我不能穿太露什么的，然后我就帮他买一些比较安全的这样子。那他的服装是你准备的？就有一直帮他弄，我还做手工艺，还帮他缝衣服什么的。那个大哟，好用心哦。现在穿的衣服就是他等一下要直接表演的，对，会有很多惊喜，不要看他只有这样子。你觉得谁适合当第一个先暖暖场，然后但是也不能太冷？齐炫啊，为什么？齐炫的老师是谁？齐炫老师是另外一个老师，班班老师。班班老师今天没有来吗？有，班班来帮他穿裤子啊。对，也拉背，也拉背，一直都拉背，拉背吗？齐小光，我们要换背了，不好意思，先不要离开。对，班班老师。齐小光，你不要管，你不要管。我们节目就是要这样。而且不得不说，他今天穿这个背心，像背影，很像工友呢。所以他说你的学生今天很适合当第一个，就是说也没有厉害到可以压轴，但是也不会太弱，你 OK 吗？我们惊喜也很多哎，还是我们让齐慧姐先。齐慧姐是无聊吗？不是，是因为他有很多东西要背，先翘掉了。因为他的舞蹈太厉害，所以让他先，然后后面。所以他的老师是谁？我老师那个小林老师，对，小林老师，小林老师来拉背一下，在拉背。哎，小林老师很强哎，拉背，哎，他不是我的老师哎，我的老师是他那个没有，小林老师是老板，那他就请他徒弟来拍，徒弟也拉背，徒弟也老师也拉背，我的老师很美，已经麻烦到大哥要进场了。一定是导播说你进去拍他们，进去拍他们，对，对不对，大哥？因为我们导播人很好，他觉得人家难得来要给人家拍一下脸，导播做人不需要这么好心 ，OK？ 你就是不拍脸就不拍脸，怎么样？太开心了吧！好，那齐慧姐的老师是谁？杰斯老师。对，还有杰斯老师很猛哎。辣的。老师那次编帮齐慧姐编的是有突破吗？嗯，还好。因为他一直说我们看了会觉得说哦一样，就是齐慧姐正常发挥吗？他是用那个气场来，他自己的气场来压，但是动作没有很难，是不是？偷拍到他们脸了啦！笑死！你又踹，笑
精灵。2.0，2.0。对，因为这次的时间比较赶啦，所以说我们动作安排的也是够，也是会很性感的。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对，绝对的，绝对辣的。我忘记你，你的全称是谁？齐慧姐。她第一个出场，我们不会失望。我觉得齐慧姐适合当第二个。对啊，那第二个统合第一咯。嗯，我没有说。统合老师呢？统合老师一定可以当第一个。统合老师当第一个。统合老师的老师没有来。他来帮我。所以没有，所以你们都一直觉得统合当第一是最适合的吗？因为你没有。我跟你说，哎来了，我的要收拾很麻烦哦。你是老师吗？他是我的老师跟 dancer， 他见家长哦。哦，编舞老师没有来，但是我们在排舞的过程中，初初也帮忙很多。他会跟你一起共舞，对他也会一起共舞。哎呦，所以他们说你们当第一个是最适合的。我跟你说，我们的真的要收拾很麻烦，要很多时间，尽量我们往后一点。哇，我们前面尽量紧凑一点，节奏。齐慧姐啦，紧凑。好，抽了啦。也开个红盘，开个红盘。对，好，我来试一下。然后期待是小林老师的徒弟是杰士老师带来的很性感的气场舞蹈。呀，是的。好，欢迎齐慧。哎，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